手勾着手，紧贴着彼此。玄彬、孙艺珍四月中开心飞往美国洛杉矶度蜜月，最近被网友捕捉到在街头约会的照片。画面中，玄彬穿着白色 T 恤、短裤，贴心的帮老婆孙艺珍背包包。孙艺珍则是一身休闲打扮，两人外出约会，穿搭风格一致，还穿着情侣鞋，宛如电影情节。光是背影就闪瞎粉丝。夫妻俩上个月31号完婚，小两口11号现身于美国洛杉矶机场。过程中，玄彬发现老婆孙艺珍推不动行李，立刻回头贴心帮忙老婆。在路上等待的时候，也将孙艺珍拉进内侧，爱妻小细节全部曝光。不过，没有工作人员同行下，被大批粉丝团团包围，也让人担心蜜月时光会不会被大家打扰。不过现在约会照曝光，看来小两口终于获得单独约会时光。对着镜头放电，展现帅气的姿势，拍摄杂志照。经纪公司释出玄彬升格人夫前的工作花絮影片，让影迷过干瘾。毕竟玄彬孙艺珍最近以蜜月旅行2个礼拜，两人尽情享受蜜月时光，新工作也还尚未安排，也让大家期待孙艺珍的肚皮会不会有动静。 TVBS 新闻何家阳、郑维珍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